当初在1977年的时候，整个在淡水的这个书店业哈，受到挫折，家里顾不到我们，就我一些争执，身体搞坏了，我就回到家乡。在乡人的眼中，等于是失败嘛。我爸爸当然，我在淡水10年，他常常跟人家讲说：“哦，我囝伫遐偌好，安怎发展干呐？”还没想到，结果是这样，所以他当然是非常失望嘛。从此开始，我就像以前我跟人打交道，他都视而不见。小现在的生活步调比较慢，我们就是一方面慢慢调养身体，一方面在经济上、生意上啊，又重新开始。谢谢你喽。因为喜欢看书，就开始进入甲仙的历史的探讨，发现甲仙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历史的档案资料，地方志里根据都是简单的几句话。2004年哦，意外见到王阳明老师的《我国早期台湾影像》里，我们甲仙1877竟然出现照片。英国摄影家汤姆逊来到我们台湾，那个时候要进来那山地区很危险，真的是太难得了，那么多精彩的内涵，不只是甲仙，是整个南台湾这个文化底蕴最丰富的一份档案。这本书里边有一张照片，标示的位置是在六龟里附近嘛，哈，啊，那一张照片，汤姆森的确是描写的是六龟里附近的山道，但是我们觉得那一边没有这样的一个地形的瀑布，所以我的直觉应当就是我们甲仙的白岩仙谷瀑布。我不是专家学者，但是我们是在地人，可以很细腻的把汤姆森所做的每一条路线做深度的勘察。白岩仙谷那时候是林务局的驻业地，他们把它当成一个游乐区来经营，这样的一个地景有人工设施的障碍，所以我们要做照片对比，那时候很困难。后来到1997就卡梅基台风，隔年在莫纳克台风把整个填塞的这些土石层再冲刷掉，连带把这个人工阶梯都冲刷掉哈，终于原貌出现。我们在上层的岩层上去，然后这个断崖的地方回头一望，汤姆逊的起心点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现场照片拍好以后，未来一比对，三边的岩层都 OK，层次阶理都一样哈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这样的一个地景的出现，让我们说确定汤姆森的确来过白岩仙谷，因为当时甲仙普要到老龙，其实是不必经过白岩仙谷，他一定有问我们的武装向导，那就要把台湾的美好都记录下来。这个行程真的太辛苦，光这个装备就不容易了。我就上网搜寻嘛，找到有相关的木箱相机，接近他们是那个年代的。然后那个摄影器材夹杂起来，因为我们的推估是200公斤以上，而且这个湿板摄影太复杂了。湿板摄影在当时哈，它的一个药剂的调配啦，各方面的条件哈，应该是非常的恶劣。你可以想象那个设备是相当庞大的。这么重的东西，挑夫太重要了。我的感觉，汤姆森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，谁协助他，那他可能会留下这个照片。啊，但是整个威尔康图书馆的照片跟所有的研究里边，竟然都没有出现挑夫，感觉真是太可惜了。2014年下载到了那个威尔康的玻璃板底片，就在电脑里边认真放大检视，哇，细节那么丰富，开始就一直检视检视检视，常常都超过我的作息时间。后来检视武装向导在晃来附近的小溪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一放大放大。就在照片的山脚的地方，我看到有人出现，吓了一跳。那个人的前边有一根扁担，
还有一个看起来就是那是行动暗黄，那就是挑挑户能够出现，表示所有的协助的人都有了，那这故事就圆满。汤姆森照片的人物间隔了100多年，要找到他们的后代不容易。汤姆森特别感念这个 HONG 这个家庭来协助他们，又接待他们一晚，拍了2张屋子的照片。我们在踏查老龙这些照片的时候，一路比对比对比对到这个，哇，背景上面都一样的地方，你看这个双板港湾房子的走向，看跟这个 HONG 有关的姓是这个红姓黄姓黄哈，但你不要讲鱼嘛哈，啊，但也文读音的是红，温温那户住那种姓黄，那就变过了。哇，他们也是真的是相当惊喜。用大姐跟我讲的时阵，我很惊讶，伊讲哇，看到那周身呢，我身边那周身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对，说这个比较像谁，这个比较像谁，有一张跟大姐很像。这黄玉光，你说真的是黄玉，对吧？做前两时安呢，我们以前哦，他们以前都这样过日子的。看过来哦，看过来。因为我一直往外跑，我这个文具小店店门就要关起来。没有收入，到2015、2月，我说我存款数都是在4位数、5位数这样浮动，那我们这个暂时就一个段落哈，把段落的阶段的成果好好撰写。汤姆森的这个，他走的路线顺序排列，从刀口港到潭湖，到巴马，到木栅，到我们的博寮、甲仙埔、老龙、六龟、荒寮，回到木栅。每个点实际他才比如说哪一张照片在那里拍的啊，记录的地景现在还在不在，我们都有相对的资料呈现出来。我们读者的话可以说看到这本书要走的话也容易。汤姆森来到我们台湾，记录了我们西拉雅族群还有道龙族群重要的一个频谱文化两个区域，这样的东西对我们台湾的文化的传承啊，太重要了。哇，心中一块大石头哈，放了下来。啊，爸爸哈，现在。你用心目中的这个不孝子幸福吼，经过18年的打拼，已经靠这个汤姆森的档案研究有一个段落。又请爸爸在天之灵哦，会当安心哦，这个囡仔唔是无用的人哦。爸爸在吼，今年是进入第11年嘛吼。对甲仙来讲，忽然遭逢骤变，人口的减少就很迅速，也就灾前是9000多人，去年降到5900多。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深化甲仙的在地的资源。甲仙是一个汤姆森最重要的一个段落，很多人关心汤姆森就来到甲仙，在甲仙消费，在甲仙消磨，希望说能够带动整个经济面的发展。甲仙有这么多宝藏，这么多精彩的故事，孩子们，
回来吧，回来一起为甲仙这块土地一起努力。